华城的这个弊案呢，前朝的五大弊案比较起来，那到现在为止，我认为还是比较扯。台湾民众党党团是一个理性务实、就事论事的政党。我们在国会当中推动各项的改革法案。预算会期，而且呢有很多重要的人事案。那我们一定会寻求跟民众党的合作。金华城的这个弊案呢，前朝的五大弊案比较起来，那到现在为止，我认为还是比较扯。所有私人医院当然是郝龙斌前市长嘛，好，那包括他的机要秘书游淑慧议员，主席党中央态度应该都是保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。